五打数零安打，两次被三振。这一球呢，一垒手挡下来了吗？在旁边捡起来抛一个过来不会的投手，刺杀了林宗南出局。邓志伟把这个球挡下来，没有第一时间接近手套里面，但还是来得及刺杀林宗南出局。四局的下半一打，犀牛有两支安打，但是没有得分，0-1，一分落后。看一下前个半局，林宗南追一个球，一垒方向这个弹跳球，突然之间有点不规则的弹跳，弹高了，但是邓志伟的反应够快，至少用手套先挡住了，球只有落在后方一点点的距离，再抛给过来补位的投手，刺杀了林宗南。哦，这个球邓志伟的反应真的是够快，第一时间觉得应该会穿出去形成安打，但是他手套反应是第一时间虽然没有办法接触，但挡下来之后，他落的一个位置又没有很远。